不过还是勇者的 RNG 还是不好说。还是拿出 Sonic， 对 ，Sonic 对上勇者，好，一开始丢了一个卡布，不过没什么效果。好，两边在互相试探对方。第一没中，感觉勇者好像哦，还抓不到他要那个索尼克的，隧道了，我靠 ，what the fuck？ 固特这个反应很快，一切到就直接很果断的，哦，踩到了，在平衡上面，这个没，我刚刚这是勇者的特色，他就是选到一个可以即时的东西，對，然后乌托瓦就被即时了。勇者真的很难玩的，很考验玩家的瞬间反应力。对，不管是操作的还是对手。对。好，这个追到。哎，然后这个斯密逊没中被抓了，打一小刀，小段整个。哦，勇者魔力没喽。哎，好。马上又有了，我被弹回来了，老火球，哦，蓄气，防住了。乌托瓦现在应该要再打的，要再保守一点，再拿掉一命的话就有点大势已去了。对，好，哦，有，哎，还没有。哎，好，这个。应该有了，该有了。啊，不过126发很危险。对，勇者随便放个招，应该就没了。哦，又是蓄气，超危险的。哦，还有，反起来偷骨。哦呦。库特这个很漂亮，直接预判他降 B 之后落地的位置。对。哦，这个小连段。不是他的指挥。哇！怪兽被火球打到。我们可以有个很好的招式，他的牛球鼻可以从任何很奇怪、很奇怪各种意想不到的角度打进来。不过如果那个牛球鼻没有打中的话，其实那个印子还蛮大的。但我自己打起来，我觉得还好。不是我用的角色太慢了，打不到。就是，也不是说没有打，就是如果他打在地上的话，他弹起来那个弹起来那个硬直是蛮危险的，没错。漂亮，这个距离抓很漂亮。现在乌托瓦还是相当有机会的哦，73%。两边都打得很小心，库特也开始打得比较保守一点了。哎呦，防住！库特用了一个没有用的反弹。对。他把那个弹簧弹回去了，对，还是有用，还是有用。对，唯一的索尼克唯一的飞行道具。哦，这集气的时候被雷打到，有点危险。好，这个没有直到，就下次没事。好，你库特先拿下一分。好像要选卡洛斯。Stop battle! Collect
还是还是勇者啊？对，索尼克对勇者。也是啦，毕竟库特刚才用勇者打出了蛮好的优势。对。好，小龙弹一下五趴。漂亮，漂亮连段。哎、欸，好，就没抓到，又被打一个连段。哎、欸，又滚了一下，然后取消掉。好了，哇！勇者的那个润回来，是不是也可以选择他落地要靠场中还是场边？对，好像是可以，好像可以控制的，只是不知道是要怎么控制。这个追过去被挡住了。他是在空中用那个neutral V， 然后改变他的那个位置。好像乌托瓦打出一个很好的优势哦。对。不过勇者太多的不确定性了。对。还不能那个大意。哦哦，哎呦，漂亮漂亮！看自己招没打到，马上放一个二 B。好，哇，又中了一个雷！哇，这个雷从雷打到，有蓄气的。哦，现在是两个 Sonic 哦。对，两个都跑超快啊！没有，我记得好像勇者会更快一点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勇者好像更快。哦，哇，漂亮漂亮！哦，隧道隧道。哎、欸，好，这个击击。他就算没有打到，还是可以用二 B 去堵掉勇者的攻击范围。就是勇者没有办法被那个弹簧反弹，啊，除非他开他的那个反弹。反弹。但我觉得效益不大。对。你为了弹一个那个开那个弹一个弹簧。然后浪费自己20%的魔力。哎呦，哎呦，漂亮，躲得漂亮，这个选项很漂亮。我这个抓到了那个逼弹回来的那个空档，帅。哎，好，弹簧弹一下，再弹第二下，好，第三下没弹到，不过耗掉勇者耗掉很多魔力哦。对，高蓄力，哇，都 kill percent。哇哇，这个就不行。乌特的选择都是很大胆，都直接用放死。哇，这个啊，哇！哇，乌特真的是很可怕的。对。我真的觉得被勇者那个蓄力打到的 smash 打到，真是无解。对，除非你用闪的或 parry 掉。一线，好，小小送他一个 jab， 哇，危险啊！哇，这哇又抓蓄力，非常危险，对，非常危险，对，摸一下就没了。好，不过这漂亮的打分，好。勇者，好，我们恭喜库特，恭喜库特。